半年第二次，喝了酒就闹事，还把人家鼻梁打断，关键是打的是他同事，你说你也不管管？哎，张警官，他们家属这次要多少钱？多少钱具体还不清楚，伤者名叫冯辉，现在人家还在医院躺着呢。这么着，你去医院看看他，该赔多少是多少，给人家说说好话，给你道歉。 要是人家不追究的话，就不用拘留。你说你这大体格子，还让孙志军给你撂倒，你丢不丢人？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可拉倒吧，就是熊。你好，是冯大哥吧？啊，是。我是孙志军的家属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哎，是我，你好，你。赶紧走，还敢到医院来？拿着你这破水管！ 孙志军就是个酒疯子，无缘无故上来就打，把我老公鼻梁都给打断了。他是以为打人不犯法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派出所告诉我了，我可以去法院告他故意伤害，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。吃饭。啊。大姐，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是刚刚知道，孙志军是挺混蛋的，我。 我现在身上没带银行卡，钱包里就这么多钱，您先拿着，回头不够的，我们应该给您送过来。啊，真对不起。谁要你几个臭钱呢？带几个破水果，拿这么几个臭钱，啊！我老公那鼻梁就能长回来吗？你这事就想了了吗？做梦！看什么看？看人媳妇漂亮，你鼻子不疼了是不是？ 不是，怪鼻梁让人给你打断了，活该！让他坐会儿。你等我，拿走。这事儿要了也行，给我拿5万。低头。啊。这钱还不够我交押金的呢。快吃饭吧，瞅啥呀？ 有时候，我觉得我在做梦，做一个很长很长，怎么也醒不过来的梦。我跟自己说，这不过就是个梦。等我哪天醒过来了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要讲给你听。在还没有醒来之前，我必须要挺住，我要无比坚强，我要面对一切。 是梦，是现实。